好，这片窗帘是我原本的窗帘，这片哦要5500，因为它可能是材质比较好。那因为也是很热，所以我就上网去买了这个哦，这种叫做星空啦，它晚上的话，哦，它会有星星，会很漂亮哦。因为这太阳实在太大了，哦，太大太热，所以我就买了这个。因为我本人呢，这个我在网络买非常的便宜哦，这个它是算片卖，一片是198，所以两片是398，它会有多附件哦，所以我觉得假如窗帘，因为窗帘顶多会用个10年啊，或是有时候洗一洗就破掉，所以我这次就决定就是啊虾皮买的哦，这蛮遮光蛮隔热的哦，晚上是很漂亮的，所以这两片窗帘就是398，跟这个是5500差很多。我想说这若是摸起来还不错啦，可是说若是真的不耐用的话，我们可以时常换比较漂亮的，而且这是很时髦的韩版的韩风的，所以有时候买东西的话，上网找找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。